又得扔个垃圾，成垃圾场了呀。哎，泰隆出什么？EQRW 点燃 EQ， 我没有点燃。血水增长。我来帮你教点燃。大家 EQRW。这把终于被 counter 了。我咋不能翻墙？不是说难道能翻墙吗？你得点 E 呀、啊。碾碎他哦！我咋不能翻墙？牛逼！你太笨了！哎，打一把睡觉。这把你们就不要向我支援了，我要研究怎么弄。上路打谁？打天使。老鼠打野。天使前期可以抓一抓，二级来，三级来，吓我一跳！我操，地上这两个啥呀？连招 RWQ。W 两段打了之后 ，Q 打到底下有三，他有那个三个印记，然后你再平 A 就能打出一个真伤掉血。你会玩漫王吗？啊？我说你会玩漫王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有点瞧不起人。这意思。精灵不是有手就能玩吗？下路又是俩辅助吗？对面。不是，说实话，多少有点过分了。其实杰拉很烦，分你两级他们不就死了吗？杰拉有什么用？冲啊！干他们！我操！我瞬间就死了。你两级很好打他们的。我操！不行，这信息都问这么大，这东西。我操！记忆，你被钟哥杀了。你在车上干嘛？我第一次玩这个。算了，你那走过来就可以秒他了。等一下，他已经到斩杀线了。完了，红叶现在也够呛。难道你可以补个女神泪？七岁的女神泪，出女神泪干嘛的？你其实不用上了，没秒。他没蓝了，走吧。我他妈只有一级啊！送塔好吧，送塔你也送不了啊，送我手里。你回家补个女神泪吧，三三。嗯。我刚才谁说不会玩？我只知道他会放出三把飞刀。我只是问一下你会不会，没有说你不会了。牙疼。为什么翻墙我这玩意儿不能翻呢？这玩意儿不翻墙吗？这么老厚。哎，我操！完了，我这。一岁的，
走，直接走。你还来，等死吧。哎，我的，这个你一会儿可以秒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哦、我们这两人有伤害吗？起来有伤害的。小心点啊！中单刚才下去了，然后被我不知道还去不去啊？回去。快走快走！我操！我操！差一下。走走走，直接走！别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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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三。咋的啦？中单回去了，耗子就在下面。耗子就在下路，他来他得死。我有翻墙。他衍生过去 ，A 两下 ，W 一下 ，A 两下。不会的，我有 E， 我有 W， 他会死的。不要怕死，他，我们俩是最棒的。我们俩好猛啊！他卖闪了是吗？为啥这个塞拉斯头的大只有一段啊？我操，军训进一个了，好可怜啊！被他杀不死第一个。兄弟，你这他再追就要被毒死了，他再追我就毒死了。我没拦我大哥马上呢，我卡着做攻击都难打，都你走不掉的这波，卡着他难打。哎呀，好啊，这伏地。没办法，没六级，好这个点了。下路小心下路。走路走路。卡斯丁，卡斯丁没眼燃。那我打不了我红，还没回去再打我红啊！不用去了，不用去了，你们不用去了，这没了也没了。没弹，应该是毙了。正义将会得到伸张。还有来吗？平衡终于一切。他有大吗？有大有大有大，他大两秒五，我大五秒。快走快走！耶！中单也去了，中单也去了。他干啥呢？我操！我不知道单枪怎么翻墙。你搁这干啥呢？我想从这，我想翻墙，然后翻过去，然后发现不会翻，好难哦！不会翻，我不知道这个南墙怎么翻墙啊！你微不足道，一无是处。塞拉斯大卡丁真不好打，是的，他太灵活了。只能，那这个难道有啥用啊？他翻墙只能翻后的。
哎，卡萨丁呢？没办法，我没有意了。卡萨丁来了，没有意了，漂亮，我的哥。在哪里？你都不在。秒他！你刚刚大招了，还有大招伤害不够，大招伤害不够，得加引燃。嗯，哎呀，他都回去了，我操！来人了！哦，竟然被他翻过去了！我操！你这卡上地，你不能让这么杀呀！我操，牛逼呀！哥哥！哎呦！哦。这卡萨丁，哎呦我操，这个真的手短的打手上的好难受啊！拿了我的赏金，他回去直接撸灯了呀！我马上就到。差点停了，他要来这儿了。好了，地狱把线推过去。我操，这个下路走。这个小兵身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我给你点经济吧，看你竟然这么难。我大招都没舍得开，早知道直接我开大的非常好。在旁边是真的。哎，耗子下去了，下走。等一下，那个老鼠来了。打都打不死。Nice！ 我操，兄弟，你他妈瞬间被秒啊！走了走了，卡萨丁要来了。你这个打人很痛的，你得先刮到他。哎，别！等一下，卡萨丁又来了。你要先刮到他，让树上指标。哎！啥的呀？享受。三哥的这个英雄 Q 完以后要 A 小兵，就是没 CD 的。哦，是这样。对。你 Q 一下你 Q 完你 A 一下的话，他就是没 CD 的。哦。是要 Q 了之后再 A 小兵啊。对 ，A 出去一下的话，他就是没 CD 的，就很快。哦，我才知道。我操你！不是他那个杀他的速度太快了，我开大也来不及的呀，我大出来他早就死了。来不及的，我是他刺客杀法是确实快。谁了谁了？那把命。
我跟你们说，我本来就不想打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还是这把把他们吊起来打，这把没他妈好，完了能讲那个话，那么阴阳怪气的，巨他妈的装。他妈的，中路被我单杀两次，他妈的现在这里给我发问号。他妈的有一局他妈水友局他妈给我嘲讽，我真的妈没懂。这把阴阳怪气就算了，我不认识，我觉得很没有素质，他妈的水友在大家打的他妈的嘲讽我，就真的很他妈的，上一把子巨他妈阴阳怪气，中路他妈亚索被我打的门都不出来，打野硬来帮，我都不说什么了。我觉得大家打游戏他妈的可平可气一点，打的他妈的开心一点。啊，以后这种他妈的内战不要再叫我，我是不会再来了。我本来想走的，但我想了一下，妈老子这把虐你们全虐的，你他妈的出不了门。看我说，十杠一的卡萨迪了，我都拿他没辙。我这个英雄抓他太难抓了，简直就是逗小孩。哎，这有个迷路的，有个迷路的，我也迷路了。哇，我的大给到我自己都没用啊！哎呦妈呀！多惨，来 Q 他，能不能 A 一下 ？Q 一下 ，Q 一下 ，Q 一下。怎么的？翻墙，翻墙，不用翻，别翻。再来，来死，来死 ，Q 他！哎呀，把他杀了！哎，打他可以杀他，可以杀他。你有咳血，等一下咳一下。哎，没咳着。啊，老子杀就算了。牛逼！但是我拿了他的1000块钱。牛逼！靠你了，三三这把。但是三二四怎么靠啊？能打吗？两个闪现，我操！老子这么爆一下，给他爆死了呀！这什么？这爆他爆他减速的！啊、哦，这么多人吗？这疯了他们 ！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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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猛 Q！ 完了 ！Q 不了了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爹来了！靠你了！靠你了！哎呦我操！三三这里有一个，毒死了！哎呦我操！牛逼！我操！这里有一个三三，被毒死了！这里看到没？翻墙翻墙，一直翻！这翻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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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收回来！我操，这么秒收他就死了！我操！他这个东西怎么秒收？而且还能秒收啊！开大就直接收就好了。哎，我退歪歪了，我认真打。肉。
An ally has been slain. Destroyed a turret.
has been slain. 为了群山的荣耀。 Thank you.